还行，你看视频却不订阅朕的频道，难道就不怕朕一怒之下砍了你吗？不，晌午饭我做就行，您就甭管了。哎呀，我也不会炒菜，我就给你们打个下手。哭，你若闲不住就上我家陪我娘唠唠嗑吧。那你们咋不直接叫你娘一起过来呢？我娘这两天有点不舒服，所以在家歇着呢。你娘病了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我怎么都没听说呢？这不是要忙秋收吗？我娘就没让我们说，不过今天大家都忙，家里没人陪她，我寻思不如让姑去陪她说说话。行，那我先去看看你娘。一进院就看见郭氏把肚子挺着走路溜达呢。表姑来了，听说你娘病了，我过来看看她。等，呵呵、啊、老嫂子，前两天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怎么突然就病了？她姑来了呀。叶老太太把两天发生的事都倾诉出来了。我当时本来以为是太累了，想着睡一觉就好了，结果躺下之后就越来越难受。我当时就觉得是不是老头子想把我一起带走啊？老头子如果现在要把我带走，我好像也没啥放心不下的事儿了。唯一的遗憾也就是没能看见老四的孩子。呸呸呸，老嫂子可别乱说，这都是你太累了。那你后来怎么醒过来的？古大夫的医术这么好的吗？跟古大夫的关系倒是不大，我觉得自己意识模糊的时候突然听见狗叫，后来又听见晴天喊我奶奶，就那一下子脑子突然清醒了，就是身体动不了，也说不出话，后来喝了一碗汤药，出了些汗，人才终于会动了。嫂子，你现在都已经醒了，就证明不会有事儿了。你若是觉得心里不踏实，等你身子好了，我陪你去庙里求个平安符，到时候你贴身带着，又好看又能保平安。好，好。姑父，我看你种地的确挺有一手，你家的庄稼都比邻居家长得好，等明年我家把它收回来之后，我可得好生跟你学学。那没问题。我家这个老二就喜欢摆弄庄稼，一天到晚泡在地里头。老二媳妇以前总是跟我抱怨，说她宁可在地里摆弄那些土克拉，也不愿意着家，还真觉得土比媳妇好看不成。娘，这都啥时候的事儿了，我都忘了，你老人家咋还记着呢？原来之前是你去跟娘告状了呀，怪不得娘当时莫名其妙就把我骂了一顿。小苏，你之前不是说你娘做饭老难吃了吗？但我觉得还挺好吃的呀，虽然比不上我娘做的，但也已经挺不错了。嫌弃自己娘是不对的。我的傻闺女哟，是不是娘做的饭都吃不出来了？晴天闻言一下子懵了，叶向磊拿出一个小葫芦塞进晴天手里。晴天，看小叔给你个什么好东西。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平时把那破匣子当宝贝，里头的东西连我和他爹都不能碰，今天竟然舍得给晴天了，可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小苏，这是什么呀？好漂亮呀，摸着也好舒服。晴天，快把葫芦还给表叔，这是表叔最喜欢的东西，咱们可不能要。大嫂，给出去的东西哪里还有要回来的道理？再说了，不就是个葫芦吗？晴天喜欢比什么都强。中场休息，各位看官，如果喜欢这个系列，请为影片点赞和订阅频道，你的支持是博主更新的动力。博主支持评论区催促更新与剧情讨论，同时考虑根据大家的反应来决定是否继续更新后续剧集，只要有催更的呼声就会更新后续。吃过饭后，叶娟出门倒垃圾时看见村长媳妇正朝自家走来。我听人说今天上午你跟刘寡妇一起从外头回的村儿。也算不上一块回村，我是从地里上来。怎么了？您找他有事儿？我听人说刘寡妇怀孕了，他们说你也知道，所以我来找你问问。什么？这可不能瞎说，我可什么都不知道呀。他们说的有鼻子有眼儿，说刘寡妇今天进城就是去看大夫的，而且应该有些日子了，人都开始害喜了。听到害喜两个字，叶娟儿当时一愣。上午他从外头回来的时候的确脸色不是很好，后来他不知怎么的就吐了，我当时看着倒胃口就赶紧走了。难道是不应该呀？都这么多年了，他虽然脾气有点大，看着可不像能干出这种事的人啊。这玩意儿还能写在脸上让你看出来？我就是来问问情况，这事你也不要再往外传了。哎，你说这事闹的，若真传出去，对咱们整个村可都没什么好处，连带着村里的名声都得被他搞臭了。叶娟儿把刚才村长媳妇说的话原原本本跟刘全说了。不能吧，刘寡妇那人的确不怎么样，但这种事儿可不能乱说。
又不是我说的，我这不也是听来的吗？你还别说，村里好几家人都等着秋收后好给孩子说亲呢。这事儿若是真的，那几家人还不得恨死他？人家恨不恨的跟咱们也没有关系，你可千万把嘴管住了。要是让刘寡妇知道这事儿从你嘴里传出去，那她还不得天天上咱家门口？知道了，这还用你说？我这不也就跟你说说吗？还能出去满世界嚷嚷？怀孕了？她都多大岁数了？再说了，她都守寡那么多年了，能是谁的孩子呀？甭管是谁的孩子，这事儿若是真的，你看着吧，村里就得闹开锅。我可就私下跟你说说，可千万别给传出去了。村里人我都还没认识几个，上哪儿给你传去？以后相处久了你就知道了，我这个人的嘴是最严的，什么话到了我这儿啊，就跟被封住了一样，绝对不会再传给第三个人。不过一个晚上的时间，连村里的狗都听说了。哦，亮，你就别再出去找人了，大不了咱们自己收就是了。那你倒是收啊，我出去求爷爷告奶奶还遭人白眼，你在家里多舒服啊。你怎么不知道先去地里收庄稼？这家要是没了我都得散喽。你要是嫌这个家不好，正好去给人家生大胖小子去吧，你也甭瞒着了，村里人都知道你那些事了。冤。就在刘寡妇家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叶娟儿这边却给叶大嫂带来了一个好消息。姑，您来了，您快坐。我来是找你问个事儿，你以前在关外的时候可接过给别人做酒席的活儿啊？姑，关外那边可没这么讲究，谁家若是有什么婚丧嫁娶，就是在村里找几个相熟的人过去帮忙。姑，你问这个干啥啊？我家亲戚秋收之后要嫁闺女，想找人去给做回门宴，让我帮忙张罗个手艺好的。我这不一下子就想到你了吗？五桌菜给一两银子，你就说你干不干吧。一两银子？姑，咱家这边出去给人做酒席都有什么规矩啊？我从来没做过这个，万一做不好。我都不怕。你怕什么？我实话跟你说，咱们县里肯去村里做酒席的一共就那么几个人，做来做去就那么十来个菜，大家早都吃腻了，我倒觉得这是个好机会，你若是抓住了，这一秋天下来能赚不少钱呢。那若是这样的话，姑，你就帮我应下来吧，我肯定好好干，不给你丢人。第二天一早就听到外面吵吵嚷嚷，闹个不停。东魁叔，这是出啥事儿了？哎，老黄太太让刘寡妇给气死了，这会儿两家正闹着呢。什么？气死了？是啊，刘寡妇一大早就找上门去，老黄太太脸色越来越不好看，突然间躺倒在地就没气儿了。现在老黄太太的儿女都来了，正围着刘寡妇家要讨说法呢。他这不乱了吗？看着吧，这回这个事儿可很难善了了。听叔一句劝，离这事儿远一点，千万别掺和。以前只在戏文里听过把人气死的事儿，谁知道还真能有这样的事儿。虽说我看不上刘寡妇那人，但是说实在的，老田太太都80多岁了，有点风吹草动的都容易出事儿。刘寡妇这次也是该着，找谁不好非找上她了。看着吧，这事呀还且的闹呢，弄不好刘寡妇就得去蹲大牢了。这么严重，要蹲大牢啊？老田太太的孙子在县衙做捕快，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，刘寡妇这回不死也得脱层皮了。好，带你出去玩。去哪儿玩啊？带你看热闹去。刘寡妇家此时周围已经围了许多看热闹的人。快把凶手交出来，再不出来我们可撞板了。而刘寡妇全家人都聚在炕上。亮，你也真是招惹谁不好，非要找个岁数那么大的老太太。要不是他在外面败坏我的名声，我能去找他吗？我找谁说理去？你还有什么理好说？现在全家人被人家堵在家里，地里的庄稼还等着收呢。你现在想起地里的庄稼了？之前你怎么不知道收？要不你干脆把我也气死散了。我可没这么说，我看还是得想个办法溜出去，进京去找大凤才行。这事儿咱们自己怕是解决不了。晴天看着一堆人闹哄哄的，完全不知道出了什么事。小苏，这是干什么呢？就是之前对你们很凶的那个老太太，她这次惹麻烦了。田大哥，你看事情已经这样了，咱们不如先都冷静下来，商量一下后续该怎么处理。有什么怎么处理的？让你娘出来，咱们这件事儿就算了了。不是，这件事也不能都怪我娘吧？要不是你家老太太跟村里人说我娘怀孕了，我娘能去吗？你娘还有理了是不是？给我把人揪出来送官府。